好，观众朋友们晚上好，我们现在所在的地方呢就是火焰杯的集训场馆。本届火焰杯旨在挑选优秀的青训生，为国内的电竞战队是吸收更多新鲜血液。在今晚的练习赛中，我们的特邀指导齐醉齐晨将一起进入比赛，与在场的所有练习生同台竞技，让我们拭目以待。今天齐晨的状态好像不太好呢，一直被练习生于洋是追得死死的。我们不知道应该评价于洋初生牛犊不怕虎，还是感叹长江后浪推前浪呢。哇，这一枪齐晨终于解决了这个粘人的小尾巴。不过于洋的表现呢，在所有的练习生里面真的是非常令人瞩目了。恭喜啊，拿了第一名。谢谢。单独指导你这么久，你有什么报答我呀？不，嘘，不急。你先说说，这每天学员发的两个哈根达斯单球，是你送的吧？这种程度的报答。对不起，我不是。接受不了。不是。你天分这么高，这种比赛没有我也能过的，没必要勉强自己跟我玩这个。就这样吧，号码删了，反正也不会再联系了。我不是。改编自晋江文学城漫漫和其多原著，5210工作室出品制作，光和积木联合出品，广播剧 AWM 第二集误会。他问你，你喜欢齐醉吗？这什么情况？又死就是我知道的小阳神吗？是吗？他竟然 HOG 了！有什么是我不知道的吗？不是，虽然我只学过半年德语，但我怎么觉得齐神刚才的翻译有点怪啊？笑死我！齐醉，你这个老流氓，真以为没人听得懂啊？论坛见！听懂的人表示要疯了，我的齐。是你飘了，还是我的德专八拿不动刀了？不听听的，没必要勉强自己跟我玩这个。我德语一般，大概没翻译对。他说的是喜欢。我的妈呀，这什么情况啊？我去。这是我第一次听见优子的声音，这小老鸟的声音我喜欢。我不活了，有生之年喂，天知道我从火焰杯就蒙这两个人了。有没有人知道齐醉当年指导过优子啊？淡定吧，玩这个游戏的谁不喜欢齐神？你们在激动什么呀？这儿，去红色标志区域。Dot， 打扫好才行。OK。给你药，你不用，你用。获得医疗箱止疼药。HOG use 使用 mini 14击倒了杠。哇，我
我们这是进直塞圈了。速度跑毒，125方向一个，小心石头后面。Yes， 你北面小心。漂亮。有 HOG 大神带着就是牛逼，第一。Yeah，Zebulon，Zebulon。谢谢。China und Deutschland， 符合 Shaft für immer。今天就播到这儿吧，大家晚安。几岁？发送请求，添加 T-Drunk 为好友。枪法真准，还行。我真是傻逼透了。奇队，手疼不疼？你没什么想跟我说的吗？不疼？你这就哭了？我还什么都没问呢。不过这样子应该不是演出来的吧？不然来打电竞可真是太屈才了。你，齐哥，你是不是直播一次就要把这三个月的版面都驳回来啊？你搞什么呀？我们还没官宣过 use， 你现在就……你们，操！那什么，我就是能回头说吗？能。你们注意影响。还有那什么，赖华今天刚刚明确强调过的，严控作息，差一分钟都要算违纪。青羽生是有门禁的，这马上就要一点了。柚子，你注意时间。齐哥，你滚犊子！啊，我去三楼等你。这给你拿着。一天一次，涂好后裹一层纱布，别裹多了。实在疼就请假吧，别跟管你们的人请，他们一般不批，找我就行，我可以批。不用，不影响训练。不影响？随你吧，你先回去吧，有事再说。我不怕违纪，我经常三四点才回宿舍。听说了，拼命三郎吗？你是联系了于浅溪，让他找你进队的？嗯。他这么热心，我没见他给谁白跑腿过。你答应他什么了？他这么帮你？不能说。嗯。那，你刚才在游戏里说谎了吗？聪明点儿，别在这会儿跟我玩套路，说实话。嗯。你喜欢齐醉吗？喜欢。我来 HOG 不是因为战队厉害，是因为你。你就说了
这一句谎话。嗯。你对我。王小三是吧？睡觉睡觉。明天你起来给我双排啊。哎，走了走了。哎，于洋，你在这儿呢，你过来一下，跟我复盘你今天比赛。快点儿，今天光让你耽误时间了，早点复完盘，早点睡觉。好，教练。哟，齐醉，你怎么去一楼？那你忙。于洋，你愣着干什么？赶紧的。嗯。齐晨，我这里有个关于你的节奏帖，要不要了解一下？你下播不到半个小时，微博上就出了一个你的视频，哈哈，你一个德政吧的粉丝全程给打花字拍，啊，你这一顿操作可以啊。说真的啊，骚还是你齐队骚。你都是因为你还没决定好让柚子去哪儿呢，你先把他给捅出去了。好了，现在所有人都知道柚子来咱们这儿了，俱乐部让我明天就发官宣，怎么发呀？没定就现在定呗。我今天跟他对了一次枪，也组排了一次，还不错，技术过关。过关个屁，他连着三次的运动心理考核不过关，按照心理辅导师的意见，他根本进不了二队。官宣就必须得签合同，签什么呀？怎么签？真让他进二队？你刚说什么？真让他进二队？不是，再往前。这年头还有人心理考核不过关的？有，而且问题非常严重。不然你以为为什么我迟迟没有跟他签合同，让他在青训生里混着？他二队现在正缺一个突击位，于洋擅长跟人打贴近战，倒是合适。不然就破例让他进二队？不行。那你想怎么办呀？你是不是在报复我让你直播呀？我们一队缺个替补。替补？替谁？不好吧，娜娜再怎么说也是你的原配呀，而且她刚22还能再用我两年。啥？队长，我给你扛过枪，我替你流过血，你不能这么狠心。滚，没说你。就知道队长舍不得我。那你是想让他替谁啊？你不是对浅溪有什么意见吗？我对他能有什么意见？老猜别人干嘛？没准是替我呢。哎，别瞎说，整个俱乐部都靠着你拉赞助呢，你一场不上，知道我们要少收多少赞助费吗？开个玩笑。这玩笑能随便开吗？而且二队年薪打底20万，一队年薪打底100万，就算他是个替补，只要进了一队也得按一队的合同签，这一年至少多支出80万，还不算奖金、直播约、队内福利。他现在人气已经很高了，20万，你觉得你能拴得住他？他这个技术和这张脸，早晚得出头。你等着别人来挖。这倒是啊，但你再喜欢他，也不能突然给他安排个替补位呀。跟他没关系，一队需要一个替补，预防我们四个人的个人突发情况。况且现在商务签证卡得这么紧，万一哪次出国比赛出问题了，至少四排赛就全线崩了。到时候你准备怎么办？那也不能是他呀。先不说他运动心理测试到现在还没过，二队三个人还没安排上吗？怎么就让他来啊？你让我这么安排，怎么服众啊？咱们这行什么时候开始要看资历了？电子竞技，菜是原罪。二队没有我需要的人，即使没有柚子，我也不会同意让他们来。怎么安排是我的事，能不能服众是他的事。那好，你让他怎么服众。行，你想要个替补可以。下周末咱们的合作直播平台和赞助商有个线上赛，奖金池一共才20万，不可能让你们一队去。我一会儿呢就联系平台给二队和 Youth 要求个名额。这个比赛的 solo 赛里面，如果有人能拿第一，那就直接进一队来做替补。我们不去，其他战队的一队也不去吗？他怎么跟那些老油条比啊？比不了就说明他没这个能力啊。
你把我的话当放屁也可以，你可以不听我的啊，但你不想他被整个战队孤立吧？给二队其他几个人一个机会，也给大家一个交代。即使你明知道他比二队的人强，职业选手强不强不是谁嘴炮说了算的，壮哥说的也不行。说不过不能动手啊，把凶器放下。你自己说的，电子竞技蔡是原罪，他强不强能不能服众，只有比赛成绩能证明。这就对了嘛。行了行了，我叫了好几份外卖，吃吃吃，吃饱了睡觉。吃个屁，我睡觉去了。明天你让谢晨过来一趟，我有事问他。行，你找他干嘛呀？怎么心里有问题啊？这是又次来这里的第一场正式赛，你用这种诱惑硬让他参加有这么多一线战队的比赛，那他输了以后赛后心理调整，总得让谢晨有个准备吧。他们可以不参赛啊，反正这个比赛我本来也没想给咱们战队报。再说应战心理是每个职业选手都该有的基本素质，要是这个压力都扛不下来，那以后还怎么出征日韩欧美啊？你放心，这是你赖队亲儿子，我哪敢毁了他呀，我肯定提前跟他说明情况，好吧？最好是。你跟齐醉，你刚才随机组排到他了？是，怎么了？你知道他在直播吗？他直播？直播，除了摄像头，什么都开了。你的 ID， 你俩队内语音全。你们还遇见一个德国人？嗯，是。怎么了？那个德国人是有点奇怪。你有微博吗？你看一个视频。没有。没有。很好。没事别跟他们似的整天刷微博了。你看我的。欢迎收看本期的老庞带你游电竞。齐晨终于直播了。盼星星盼月亮。齐夫人们终于等来了齐先生。不过今天直播的齐晨画风好像有点不太一样的。我给你见面。他说什么？他问你喜欢齐醉吗？Excuse me?齐神，你真以为齐夫人们没人懂德语吗？我们去哪儿？什么时候变成了你喜欢齐醉吗？这家伙，可他明明说他德语不太好。放屁！几年前齐醉和卜娜娜去欧洲做集训，前后加起来一共在德国住了18个月。那之后我们去德国参加过十几次比赛，因为有齐醉，战队没有雇过一次翻译。你说他德语好不好？啊，专业级别比不上，但这种翻译我保证不可能出错，除非他是故意的。怎么样，以后出门接受采访你可别忘了，是你自己当着800万人承认的你喜欢齐醉。别有负担，这群老处男没有一个要脸的，训练起来没精神，骚话都是一套一套的，习惯就行，不用多想啊。怎么可能？七哥，比赛的事儿我都跟柚子说了。他怎么说？柚子根本没犹豫，他说了，我去。键盘是亲吻几千次的战场，手指起落键劈开黑暗中的一束光，受过伤重返时仍然是不可挡，是他们明慧就不必问起他们过往，反正会缔造更多奇迹，叫众生仰望。这并非无名故事，是青春最好的辉煌。既然热爱就放手追逐，就退路风上这竞技场，若跌倒也还是伸着唯一望，少年跌跌撞撞自角落逐鹿风将，既然喜欢就迎难而去，别犹豫彷徨在竞技场，早点学会站才得到奖赏。
可耻而够放肆，瓦解他脆弱的伪装，也给他能绝地中求生的梦想。有热烈疯狂，也有柔软和爱意宽广，坦率每个折服的愿望，任自我嚣张。是永远势均力敌，又在爱里温柔投降。既然热爱，就放手追逐，将退路封上，几进几场。若颠倒也还是胜者为王，少年跌跌撞撞，自嘲和逐鹿封疆。既然喜欢，就迎难而去，别犹豫彷徨，再进几场。从浴血奋战才得到奖赏，少年堂堂正正自古第一乐千丈。既然热爱，就绝不言败，用执念滚烫，再进几场。若残酷也还是胜者为王，少年头颅高昂，向巅峰一同前往。既然热爱，就放肆宣告，也献出心脏，再进几场。为了披荆而立，争取是无双，少年坦坦荡荡，自古第一乐千丈。有无限壮丽天光，他们饮下爱和理想。初步判断他有焦虑症的倾向，胸闷，出汗，呼吸困难，躯体震颤。传话短说，有急事，现在什么情况？等的就是你。操，于洋。于洋他还是我未来男朋友。